你知道我一向都是有话直说的，我说出来，你不要觉得我不礼貌。说，大哥，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屌丝。哇，真的很没有礼貌哎。大哥，我开玩笑的，我知道你是怕时空秩序混乱，才不敢勇敢去爱的嘛，对吧？但是对于我来说，就算时空毁灭，我也要去爱。